施政報告推出多項利好樓市措施，一眾販商都加快推盤步伐，其中二界現樓位處於啟德跑道區的大型新盤 Double Coast 第一期就提供多元化的户型。發展商今次就展示了三個示範單位，分別有一房、兩房和三房，而兩房單位就分為純兩房和兩房連署物房的間隔。發展商以澳洲悉尼海濱都會生活作為屋苑的設計靈感，其中第三座28樓 A 室為兩房連裝修的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440方尺，採用了大地中式的家具，營造時尚的舒適感。而客飯廳就呈長方形，外連三合一的露台，而開放式的廚房就配備了德國品牌的煮食爐具和家電，設備可謂一應俱全。單位的兩間睡房和大廳同向，主人房就設有曲尺型的落地大窗，另外一間睡房就配備了開放式的家具。至於浴室方面，牆身和櫃台就選用了大理石和石材鋪砌，發展商亦都配備了浴室寶，可以解決室內通風的問題。至於以第三座28樓 Boy 室為藍本的示範單位，屬於交樓標準單位，為三房一套間隔，實用面積627方尺，大廳同樣外連露台，三間睡房同大廳同向，主人套廁就有浴缸同埋窗戶，而另外兩間睡房面積就大約50方尺。最後的第三座28樓 H 室，同樣是交樓標準的示範單位，為一房的間隔，實用面積324方尺，房間面積就大約60方尺，而浴室就設在睡房之內。 Double Coast 第一期由兩座住宅大樓組成，提供361伙，標準户型由開放式至三房一套，另外設有特色户，實用面積介乎265至1275方尺不等。